可以吗？好，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2014年都四秒了。2014年几月？8月几号？12号星期二，已经下午4点。喜欢那个，看这叫什么 ？Jack， 他才那个，他说我把他当软童，然后讲软童，你询问了什么软童？你软童，跟讲软童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软童，讲骨下关系，来软童，这边有来软童什么意思？你说我想慢慢软，软童是讲想要对你，讲我是男，你是男，是什么？来讲骨下的软童。西夏神话的人，神话的人，西夏最大玉皇大帝你知道？玉皇大帝动物，哎，西夏的玉皇大帝谁？那 number one， 宙斯，是六十是软童狂，哇，有没有听过？哦，不是，变态狂。古夏，苏格拉底，苏格拉底看过他著作吗？他爱上年轻男孩子，你想想看，奥林匹克运动，你看啊，你也知道英文，请问一下体育英文怎么样？体育英文啊，哪个？你从那边啊、就体育场英文，体育馆英文来的，哦，体育课，体育啊，体育来一个，哦，那个是 L 字 ，G 开头 ，G 开头的 ，Jim， 是 Jim 好，讲 Jim 就够 ，Jim， 还有一个 Jim 那个是太棒了，古希腊这样，现在每四年一度全世界最大的运动会叫什么？这奥林匹克什么意思？古希腊就有对不对？嗯，好，古希腊什么这个？古希腊里面。你能参加吗？女的不行。好，也不能看。好，为什么不能看？因为露脐。是，那个是是。全裸。那就裸体嘛。那基本上是就是裸。你看哦 ，gymnastic 是体 ，gym 是裸体，才能进入啊、哦，这奥林匹克运动。哎，怎么讲那么远？好，裸体。好，那个好，我现在是注重体育的，裸体。肌肉嘛，肌肉线条，肌肉线条来了。对。古希腊传统吧，哈，来一个。那个时代，古希腊黄金时代，好，不要讲以前的，我那个苏格拉底啊，他写诗哎，什么是赞美那个，不要说软谈到软美少年呢？你看哦，看那个特洛伊战争基本上那个三个女神呐、啊，哦，分三个女神，三个女神分金苹果，分赃不均，还不打起来嘛？那个其中一个那大一点派的是这个维尼，然后一个希拉嘛，给他全世界最多财富。维纳斯，然后最漂亮的，那另外一个戴安娜，他给他什么？他又想要给他什么？戴安娜，猎神，狩猎时，他找他给拍的时候，他承诺他什么条件？给他权力，全有希腊宙斯太太，朱诺，好，那个维纳斯给他最美的女人就是海伦，对吧？后来选择好，他讲另外一个，第三个戴安娜，他什么狩猎神？哦，你猎哥在跑狩猎，他是给他什么？给他什么？说个古希腊传统，给他什么？还答应给他什么？最强壮的铁魄，最强的有吗？还有什么？他没有选择，他选择维纳斯那个海伦嘛？好、哦，那是古希腊就传统。然后宙斯嘛，宙斯，哎，那边，哎，看那个，哎，看那个，那个雕像，什么雕像？哎，什么雕像？请问一下，什么的？下面一个老鹰吗？那上面一个老鹰，哈、啊，接下来看我，来看我，来，可以。下面雕像那个上面一个人，看这有没有快六块肌？哇，身体上有六块肌哦，哎，强壮小男孩，那就是你讲软童。为什么像那个谁啊？那个谁、啊？那个老鹰谁？谁的？谁？就是玉皇大帝宙斯啊，宙斯变的谁？阿波罗吗？不，他就是绑架他，化为老鹰绑架他。我们要待会讲很多宙斯。丘比特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，不是的故事。请问一下，整个。这个索罗斯整整个太阳系最大的哪颗行星？最大哪颗行星最大的行星哪一个？木星。木星叫什么英文？丘比特。Jupiter 是 Zeus。所以应该给你答的。你看最早发现望远镜伽利略，他伽利略发现望远镜看木星，看到什么？四个大月亮叫伽利略四大卫星，一个其中一个那种家伙。大概就是讲软童，英文字还有，但我跟你讲英文，但是而且我只把四大权力的位置来一个随便换，对吧？他们说木卫一、木卫二、木卫三、木卫三，换我不用表，我讲 Europa 欧罗巴有名，爱奥星六，第三个 Callisto， 第四个就是这家伙，跟 Zeus 有关系的那个叫什么绑架他，哎，化为老鹰绑架他，他漂亮的男生。心动，化为老绑架，裤带上绑架，叫那第四大全球卫星，那个就是个 Ganymede， G A N E U M Y D， Ganymede，
Gane， 我 Ganeman 就是这位。Ganeman 还是这位的名字，大家要讲软童，软童。那 Ganeman 是好希腊罗马字啊，来一个英文的，英文软童你不知道？英文软童就是个字化身的 ，C 开头 ，Tetamite 软童。讲那么多，苏格拉底就是闲着说，哦，你好漂亮，而且呼吸气息好。好芬芬香，我的身体透出火气，我的线条好壮好美。基本上，对你说，你说还没到的同性恋的时候，基本上那个不像没有讲，不会忌讳同性之间的情谊，但是还没到同性恋程度，基本上不避讳。古希腊的特色，这个特色，嗯 ，Catamite 是软童，基本上那个神话，就 Ganymede，G 开头 ，Catamite 软童 ，Ganymede 是全球的四大恶仙之一，去查。就大家不问，不要记，那就记一个 ，Ganymede Catamite，C A T A M I T E， 叫做软童，然后软童狂来一个，软童狂不是 P D I P H I L I P D F I D 啊，那何谓软童？基本上他觉得，我说来说他，他说我是软童啊，因为他觉得他漂亮，嗯、我老的老的吃，然后他同性，他就往我到玩，就是同性恋的恋童癖。那是小朋友，他小朋友年轻的、okay. 啊，我叫漂亮是吗？一点不漂亮啊，软童也没有资格。哎、啊，讲软童狂那个字，那是精神上的，对小孩子很有兴趣，那叫 pedophilia， pedophilia 吗？知道吗？爱 philadelphia 怎么样 ？philosophy philia， 哎 ，pedophilia， pedophilia 小孩子 ，philia philia， 爱 ，pedia 本来 ped 念是，我在。但是哎，我在二十年前，我在大英博物馆啊，都敢说，呼，我觉得好厉害啊，什么都懂，从东方来的活百科，二十多年来，什么呀，百科的东西 ，Walking Encyclopedia from the East， Encyclopedia， Encyclopedia， E N C Y C L O， Encyclopedia， P E D I 那个字跟那个软童啊 P 点一样，我跟你讲 ，Encyclopedia， Encyclopedia， P 点孩童。Pedophilia 软童，童，那 encyclopedia 为什么叫 encyclopedia？ 就是童，我说儿童。来，你看百科学什么意思？百科学是 encyclo in e n 就是 i n cyclo 循环。Pedia 为什么儿童 ？Pedia 为什么儿童？是对小朋友，就我现在从事对小朋友做完整的、全面性的对孩童做全面性完整的教育。Encyclopedia 百科学说。知道吗？你是 P D 啊，跟 P D P 一样字跟 P D 来一个，你也知道啊。那你来这里面讲个，请问小儿科怎么讲？小儿科英文小儿科会到医院上小儿科会讲吗？来讲行人、路人，行人会讲吗？我靠，还是塞入无法塞。我讲一个，在专业 P 开头的哦，行人道啊，行人道、人行道、行人道来一个啊，在美国太多了，旁边有一个，还有上面有一个标就 P 开头。PEDI pedestrian 啊 ，pedestrian，OK，PED、okay, 什么意思 ？PED 一样，不是，不一样，哎 ，PEDI 偏偏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来自希腊，一个来自罗马。刚才讲 PED 的意思啊 ，PED 跟 pedophilia 是孩童 ，PED 就两个，最起码两个啊，一个孩童，那个脚，这样就一样啊，一样，不知道希腊罗马，反正欧洲嘛。那个 encyclopedia 叫孩童，全面叫百科全面 P 的孩童 ，pedophilia 恋童 ，pedophilia 还有一个 pedestrian 还多吧 ？pedal 踏板吗 ？pedal 踏板，那些脚啊，也 P 的吗？那字根呢？脚还很多吧？太多了。来一个很玄学，我好玄学，宋老师好玄学哦。玄学英文怎么讲？好像叫上难念 ，pedagogue。PED 一样，就小朋友又变小朋友，太多不放你说，太多 pedal 限于 pedal 还有时候当个小学老师 ，PED 一样小朋友太多 PED 啊 PD 就是熟悉的 PED 小学儿童也有角色太多角，我先讲个八爪鱼来一个八爪鱼，章鱼又怎么讲？讲英文八爪鱼章鱼怎么讲？它孔吗？我不知道。它孔是日文呢、啊。英文来讲，八爪鱼那个，太深了。章鱼怎么讲？是 octopus 就 PED 脚。然后放鱼，小学你有带看拉丁全面系统，都一样。从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、意大利文、西班牙文、英语，现在有好就是50种，那还现代，古代的
两百种，甚至梵文来的 Sanskrit 来的梵文、印度梵文、佛教来讲佛教，佛教你知道佛教吗？布达，布达不，好讲佛教还很多业报，好业犯业报嘴快犯业业哦，业障，你有业障业，业是，你有业障犯口业，呼吸也在造业的那个，好吗？业报。那我觉得业是很久以前发翻译啊，这古代就翻译佛经呢，翻译佛就接触印度西梵文，就很哎，反而看中文的结构，哎，发觉很多误，就这样讲。私は日本語わかります，わかります，我日文知道，知道放在后面，就翻比较结构翻比较。我打 Jack 变英文没？我 Jack 打，那么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来一个。子不我与求，他是狂徒狂野。且那诗经里面，你看、啊，你以为什么东西啊？你以为我们不来找我，就没人男人找我了？子不我与求他，子不我与求他，子不我与，子不我与，与在后面，动词在后面，我在前面，受词在前面。I Jack hit， 子不我与，与在动词后面。哎，这学校不结构不一样，那个时代文法都不一样。文言那是诗经时代，哎。哦，我觉得变化其实啊，就源头看句法一个句构，有很多文化在里面。那讲到我们就，哦，讲到文法学，好，这哦，以后讲到这个，哎 ，encyclopedia， 对，哎，那个是 pedestrian 跟 octopus， 哎，是 pus 脚，不是小孩童就是脚，两个。再讲讲，再讲，我刚才想，我想讲。我讲到什么？脚，就讲脚，讲脚就好，或是孩童的自首。Pus 就是脚 ，Pus 就是哦，对，讲印欧语系，那基本现在就欧洲就50种。啊，还能讲印度的梵文。是讲梵文，应该讲夜报，夜报，哎呦夜报，这个夜报不太翻的结膜，结很难写，羊字旁，山羊的羊，或左右边一个河。喝东西的喝，口字旁，喝水，口字旁改成羊字旁，那叫结。古代翻夜梦，不太翻夜梦，夜像阴很久前夜单位翻夜，夜什么夜障啊？夜是事业的夜，学的夜啊，就像事业学基本上是沿用梵文的哦。事业有成夜，字旁基本是梵文的，原先是夜报，夜是后来翻，以后翻成结膜。摩擦的摩石头，什么结膜？好像夜报范文是什么？卡玛，那个沙朗始终，对对对，听过。他讲吗？上次说中国是屠杀西藏在哪里？是看汶川用过这个字。汶川大地震，中国人在镇压西藏，有夜报，就是不是考不是夜报？不是他怎么讲？卡玛就这个字啊，报应呐、啊。对，沙朗始终，你们中国人报应，请问一下。他原文这已经很深了。请问他用什么英文呢？他英文他会讲夜报怎么发、啊？要翻成中文，他夜报他英文怎么发、啊？英文来他怎么讲？他走进西藏了。哎，我看新闻很是翻报应呢、啊。是好英文吧？他是用英文，翻成中文他叫夜报。他英文看英文，沙朗是外国人，来他怎么讲？他当然讲英文，他不懂中文，他讲英文。哎呀，卡玛 ，Kharma， 卡玛就是结膜，就是夜报。结膜是后来翻译，夜是更的。卡玛克来哦。注意哦，哥科呵哦，哥科叶呢 ？G 七是一音，子音母就对的。哥科 z s z s z s s z s s， 哥科都对的。中国早期制定的注意法没有那么简单呢，看音乐从音乐学进入哎，慢慢参考哎，就对音呢，它翻得出来哎，不基本上哦，是不同方言很多嘛哎，早期哎，加一个。为什么我用国语讲国语？为什么北京话讲国语？为什么用北京话？当时投票差一两票，差一票输掉。好，为差点就广东话。还有几个选择？还有几个选择？广东话、啊、客家话也有啊，偏偏有客家话。广东话一个来，广东话、广东话、客家话就很两个选择。那、为什么用北京话？因为当时军阀都是北方人。是我跟你讲嘛？啊，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这个。我这你怎么老师说我跟你讲的？老师怎么讲成？基本上有一考量，他说我说是北洋军阀的问题啊，是吗？好像很难哦。只是你的意见是不太一样。我讲一个，他是跟我说北洋军阀作祟。当时哪些语言学家想看？当时语言学家背景要考人，你看语言学家大咖，如果影响政策没几个吧？他语言还是一样，早期民国初年几个语言，他还大咖，全世界知名。民国初年的语言学家甲骨文那一个吗？
没有甲骨文还那古文呢？那我基本上整个语音系统，中国语音系统，后头是还都还有影响政策的。几个赵元任听过吗？赵姓赵，赵元大咖，那大咖级，他基本上留学的，他有对英语当代英语学有概念。他中国英语，他请他来辅导，我们要制定注意符号。我老爸那时候没有注意符号，我老爸姐他民国14年是。他根本他中啊国语啊中国话从大学来学，大学来学，很多那个时代出来，大陆出来不行，就看大陆南腔北调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啊，没有学过注音符号，没有那个时代没有嘛，那个是很后来注音符号后来制定啊，再到小学的学小学一定普及的还要学啊，对吧？国中慢慢来，基本上有这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全世界都用拼音，为什么我们要注音？哦。看来你说害我学那么辛苦，早期说拉丁要拉丁罗马拼音法，罗马拼音能带多少？对不对？哦，外国人学中文也用罗马拼音，对，中国也是用那个拼呢。是，那现在是中共那样拼嘛？中共啊，中国。对，甚至越南也这样拼呢、啊。哦，是啊，好多国家这样拼，为什么我们更加与众不同？中文基本上差别完全放弃，要用罗马拼音，你知道吗？中文国字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时代是什么？以古学那个民国初年上。全盘西化，知道全盘西化吗？中国文字汉语完蛋呢，全部引用西方罗马，因为中国字还那么多，几万字学一辈子都学不还不懂，不怎么运用，来个罗马拼 A B C 排到 Z 吧，给你20个 OK 排出来，拼音文字有优点，拼音文字学一个字母就一好学物，如何很棒啊？应该是说唯一的好处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字来念出来而已吧。基本上发音那是慢慢对啊，那个是很就是基本上拼音文字就是优势，那种国字很多问题，那个是汉语完全放弃，因为学国字很难，基本上对照他们西方的文那个系统差很多，他们优势那么大，我们想说啊，中文那么国字那么弱，不可能是因为学国字耗费他的精力一个考量吧？是考试八股吧？几万年，看康熙字典几个字。康熙字典，康熙新朝的几个字，上万吧，不止吧？还一个，还是清代字哎，古代有哪些字？甲骨有进去吗？甲骨很多字没进去吧？那个语言是吧？还金文来个中鼎文，那更不同时代。那个你看六国秦始皇统一六国，书都还不同文，是吧？书同文，车同文，书都还不同文，还没统一耶，太多了，文字很大问题。我们换一个来，把它弄掉，换一个好。